请所有来宾全体肃立，为司家的长女默哀。这司先生可是国营化工厂的二把手，是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怎么女儿这么年轻就……你没听说啊，司家跟一个农村种地的抱错了孩子，现在亲生女儿找回来了。死的这个听说要替甄千金嫁给乡下离过婚的老男人，活活让养母给逼死了。一鞠躬。他好像动了一下。你看错了。二鞠躬。他这回真的动了。三鞠。疼死我了。你是人是鬼？你们怎么成这样？什么整蛊节目啊？1987。我穿越了！这私家条件真不错啊，这首饰、护肤品样样都有，过这么好，死什么呀？不就是嫁给农村离过婚的老男人吗？我嫁！到家了，来来来，思思，快进来，这就是你的家了。闺女啊，思念她替你去乡下嫁给了那个老男人，以后跟着爸妈。在城里享福吧，思思。那个副厂长家的那个儿子富阳，就是你的未婚夫了。这不太好吧？要是念念姐知道的话，不会又要寻死了吧？哎呀，死就死吧，一个外星人，他呀配不上人家，还一个劲儿的倒贴，真丢我们老司家的脸。好歹18年的情分，这养父母也太冷血无情了。哪像我们思思啊，这么乖巧可爱的，说不定啊，那个富阳见他第一眼就喜欢呢。嗯，可是我刚搬进来就住到姐姐的房间，会不会不太好呀？这有什么不好啊？我现在就让他把房间收拾出来，你搬过去住。不拿，全便宜给了死绿茶，我通通拿走。哎，来，闺女，我让你妈给你包个大的。谢谢爸。这件事情都怪我，你可千万别怪爸妈。你要是生气的话，要不你打我2下出出气。你真打呀？你真打呀？你怎么敢打我女儿？你得疯病了？我是有病啊，我有密集恐惧症，我最害怕心眼子多的人。你胡说什么？我还有巨物恐惧症，我呀最害怕大傻。这么明显的绿茶招数，你们还看不出来啊？还好我不是你们二位亲生的，不然遗传了你们俩的智商，我还不得哭死啊！你替思思享了18年的福，思思呢，替你受了18年的苦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难道还要我给你拿些盘缠，你才肯走吗？行啊，老邓，来吧。什么？老邓？谢谢爹。你真是一个喂不出的白眼狼！起初我早没看出你不是我亲生的呢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，你们不会从没怀疑过，就您二位这样的，会生出我这么秀外慧中、聪明伶俐的小美人啊？我可早就怀疑了。闪开！妈，爸，气死我了！爸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来，快坐下。难得好，思思。那些衣服、首饰、化妆品都是我的。这个贱人，你干嘛？
好都摘走了。